球飞走了。make the ground shake。今天富兰克林要参加这个台北四大运，看一下这个身后的车就知道要坐这台接驳车过去啊。不过我觉得是不是后座也需要有人坐一下？这次我有两个算是伙伴吧，来上车。哎，等一下，对，忘了介绍一下，这个贴图是我自己做的。看一下这个车上，这个车上的底板是那个是游泳池啊。但是因为它这个贴图，它的像素不是很好，所以看起来是马赛克。不过它其实是那个游泳池，看得出来是游泳池吗 ？OK， 然后这个台北四大运的 logo， 然后后面有它的熊战广告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看一下它后面，后面其实没有什么设计啦，就是只有旁边有。OK， 它字那个字不太好瞧，所以有些字被卡掉了。不过没关系嘛，至少看得出来是台北市大运的接驳车啦。对，然后前面还有它的 logo， 然后车顶上面还有小熊，对，熊站的熊。OK， 我们先上车，看一下他们可不可以上来。至少有个人坐在后座吧，这样后座比较有 feel 啊。好，看来只能载一个人啦、啊。OK， 那我们行不行？欸，可以耶，他上来了，终于可以体验一下后座的感觉了。这样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再多叫一些人出来啊？他们手上有拿枪啊，现在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啊，就这样当作是维安嘛，对不对？上来啊，他们要排排站啊、哦、错嘛。另外一个呢，所以这样子可以吗？行不行啊？哦，所以他最多只能载两个人在后面哦。好吧，那就只能抛下你了。我们就直接前往现场去吧。我们的目的地是那个小巨蛋。不过我觉得等一下会有练习场，会在那个小型的算是草地上面吧。然后他可能还有一些像是篮筐之类的吧。OK， 我们先走这个快速交流道，我们直接回转好不好？无视回转招牌。啊，应该从这个 view 才对啦，这个 view 好多招牌呢。法轮大法，哦，信义房屋。哦，走开好不好？挡路啊！虽然大家都在等红灯啊，但我还是要给他闯一下，毕竟是游戏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我们直接到这个小巨蛋啊，各位准备要下车了。在参加比赛之前呢，我必须要先练习一下怎么踢足球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你们几个去旁边站着吧，不要妨碍我踢足球。这怎么踢啊？哦，那就这样。所以他是跑过去自动会踢吗？哎，真的耶，真的耶，真的耶，如果跟着他走就好啦。L2 是 T， 这也 T 太高了吧 ？OK， 我知道了 ，L2 是 T 这个。哦，好玩哦。我看 R2 是什么？不是吧？R 也是 T 哦，但是力道不太一样，一个是比较远，一个是比较近的。OK， 我大概知道了。OK， 所以 R 跟 L2 是 T 足球，然后十字左键是重生一颗球，然后右键的话是把球捡起来。OK， 然后 R1 跟 RB 哦 ，R1 是什么？哦，把球踢很高啦！我再试试看啊、哦，把球踢很高的感觉。哦吼！OK， 我、哦、这边好多人哦，是来帮我加油打气的吧？对不对？
大家都为了这个四大运非常的非常的努力啦。对 ，OK。我再看看他的 trainer Y 是 Sly Trickle 是 Y， 我试试看 Y 是什么。哦，华磊，这是华磊，我试试看哦，华磊，嘿嘿，哦，好酷哦，这游戏怎么做的啊？华磊，这球会乱跑，所以 Y 是华磊，然后 B 的话是，算是 Hate Ball， 就是从头上在吊吧，我想看，哦，用头去撞球啦，好酷哦。X 的话是把球，我看看，把球撞起来，然后跑到这边来，把球在前面掉下来。哦，酷，哈哈，这样可以踢好多球。这个少林足球真的太好玩了。喂，啊，对了，他这个足球要打到那个红色的地方才算得分，我试试看啊。啊，没进啊！喂 ，OK， 我来试试看那个直接跑过去好了，踢足球嘛，对不对？算是我们这边的那个守卫吗？喂，啊，对，嘿嘿，没进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给他跑全场好了。耶、yeah, ，这个距离可以吗？试试看。不，啊啊，哎，这也飞太远了吧？我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喂，打到他的头了。哦，进洞了，耶、yeah, ，获得500块，耶、yeah。啊，再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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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没有碰到红色都不算了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练习，对不对？哦，怎么那么难中啊？嘿，欸，他居然要重生了，那个人要重生了，我把他撞倒了。嘿，哦耶，撞到红色的圈圈，我这样就得分了嘛，对不对？哇，渐渐上手了，怎样？你送哦，旁边有兄弟哦。哦，哎，我在练习呀，不用这样，不用这样。好啦，又回来了。这一次呢，我先把时间改一下，这个时间太晚了吧，接近晚上了。我先把它变成早上好了 ，OK。然后 ，OK， 我们直接开始啊，直接开始。进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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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少林足球，推踢，欸，球嘞，球不见了，嘿，再一个侧踢，欸，奇怪，啊，没有踢到球啊，再试一下，少林足球，好耶，欸，欸，球不见了，靠，踢。会哦，我打错人了啦，欸，不过至少有进啊。警车来了，那么快，那他怎么打一下我就倒了？这个警车的那个灯有 bug 啊，真的好亮啊！又进了，哇，获得500块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这个富兰克林要继续练习他的足球了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